天我突然这样，非常的抱歉。Miss Q， 你干嘛？你把我绑起来住。我非常喜欢你。啊，没什么，没什么，你没事就好了。啊、Miss Q， 你现在都不怕跟我一起搭电梯了哈？你好 Mr. 小，你好 Mr. 小，就从今天起我们来说话语，大大声骄傲地说话语，我爱你。危机四伏是什么意思？这个成语啊？啊，蛮怕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哎，阿海，哎呦，你为什么黑眼圈这么梗？你没有睡觉了？我外面有包哦，回去家也没有包哦。啊，你知道吗？昨天我骂我的老婆，电话里面我骂她。我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做给我吃。没有的话，你小心一点，我会拉你的耳朵。知道没有？然后回去，他骂我，他推我，他拉我的耳朵，哎呦呦呦呦，骂骂骂，很痛哦。然后他叫我去外面睡觉，然后我去外面睡觉，那个娘们叮我，哎呦，很多蚊子来弄我、咬我，我很痛哦。然后你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忘记喝那个药哦，就是没有把握了啊。不住叫外卖卖，我在这说，我在这说，能不能？哎呦，阿汉哥们，你不能一直吃药的。下一次如果你老婆拉你耳朵，那蚊子来叮你啊，你不要吃药，你唱歌，我教你啊，你听我啊，唱歌。朱拉嘎尼，朱拉。讲华语，我不可以讲，我不要唱，我现在肚子很饿了。不是兔子，是肚子。你去那边，那边有买罗蒂奶奶，你去找。OK， 谢谢。这里有四个问题，问题这里有是一个。那个药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药了。Oh dear, I feel like I haven't slept in years. Miss Four, 你怎么没事？啊？我说你哋唔好再吵啦。春天里要百花香。Good evening, everybody. Don't cry. It's energy. I've been waiting.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有冇搞错啊你？咁迟先嚟，不如唔好嚟啦。Hey, why don't you shut your trap？ 大家都不要误会，其实红红没有恶意，我很理解她的。啊，蛋蛋，她今天会不会来？
臣着想啊。当然，我是充满爱心的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Suragani, Suragani, kemari ken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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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boleh macam? Ada.可以，哎，不可以，不知道，不知道。哦。阿妙，你来的啊 ？I'm not sure， 擦了不可以吃。哎。咬嘴唇，裂胎呀！咬到唇油，帮你涂下，好嘞。哦，你的唇油我不可以用。喂，同学们，晚上好。Mr. Shaw, 同学们好。今天大家的眼睛里面都有不一样的神采，应该说大家好像都充满信心。有信心是好的，因为学习语言呢是需要信心的。老师的梦想啊，就是大家都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写了一首流利的中文。所以呢，保持住大家的信心，用在学习上。好，谢谢 Mr. Xiao， 这是因为他们有改变，所以做什么都特别有信心。等等啊，你应该介绍啊 ，Mr. 下次我们的补品啊，妞她不是很有信心哦。对对对，戴白纱说的对。女人，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嘘嘘。Mr. 下，来，这一瓶我送给你。台湾同学，其实一个人的信心。跟他吃的东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废话咁多，你俾 Mr. Shaw， 佢一定食嘅。没关系，没关系。不如这样好了，如果老师觉得有需要的话，再找唐红同学你哈，谢谢。No problem, Mr. Shaw。哇，Handsome同学。Oh my God, handsome, you're so cute。讨厌。好厉害，这样我赶得很快，后续还是走得很慢，这个是我的功课。唔好叫啊，燕青同学，我喺水壶好得意哦，可不可以帮忙啊？其实啊，我要送给阿德孤儿院的小朋友啊。是啊是啊，好 Q 啊！讨厌讨厌，这个是我公公留给我，没有得买的。好了好了好了，同学们，待会下课后慢慢再讨论哈。我们暂时先来上课好。那今天老师呢要跟大家谈的呢就是正义词跟反义词，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正反义词啊？很好。那啊，陈大山同学，不如你来告诉老师，怀疑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啊？怀疑 means doubt， doubt 反义词 is belief， belief 是相信。很好，那火凤凰同学可不可以告诉老师紧张它的反义词是什么？我知道，轻松 relax。 很好很好。那钟楚翁同学，你一定也知道胜利的反义词是什么了？那摔着了。很显然你知道胜利反义词的意义，但是在华语呢正确的讲法应该是失败。都还有个字又啊。沙鲁干同学，你可不可以告诉老师快乐反义词是什么？快乐慢了，我的手上我的手上怎么样？沙鲁干同学，快的反义词的而且却是慢，但是快乐这个词呢，它的反义词应该是悲伤才对。我想同学们可能对正反义词有些理解，但是有些还是比较混淆不清哈。所以回去呢，打开你们的功课，大家把23页的正反义词全部正确的做完，那我们下堂课才来讨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阿美同学，请问老师，我有问题。我今天早上在报纸看到那个一个成语，那个成语是说危机四伏，是什么意思啊，老师？阿美同学很有学习精神哈。危机四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身边有很多隐藏的祸根，随时会爆发，那形容这个人的处境就叫做危机四伏。那老师，假如我做个造句，用那个成语，你听啊，班上的同学吃了药，危机四伏，变得怪怪了。他的嘴巴不会很太阳脸啦。你是说，你觉得同学们变得怪怪的，对你虎视眈眈，所以你是处在一个水深火热、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嗯，知道正确的造句的做法了哈。同学们，好好的跟阿美同学学习哈，他非常有学习精神。好，好好加油，回去正反义词也要做好哦。再见。谢谢Mr. Xiao。很痒啊！哇，这里很痒啊！哪里呀？这里呀、啊！哪里？喊喊喊！上班还痒！来来，帮你擦。金椒，为什么你不踩人？可惜啊，有屁快放。你这么大声，金金啪啪的。你烦了嘞，打你啊！老婆老婆，我搞，我买这个藤啊，十厘五块而已啊，你看你看。不是跟你讲过，我吃橙子吗？我还有饼科，饼科。你以为是白雪公主啊？哈？老婆，晶晶都没做错事，为什么要打打？你要包包？给，这个老婆买的漂亮吗？Mula-mula ubat itu tolong keluarkan semua toksin badan. Kemudian kita akan jadi cantik, putih dan lawal. Betul kah? Betul. Tapi sekarang hanan kan? Cuma pun? Kasih cukup. Nah, Siti, tolong pinjamkan sisa. Tak payah. Tak payah. Bye bye. Siti,
我要订一打。Yeah, 蛋黄 Oh, no problem. Hello, 小杨。Hello, 小杨。啊，我要订一打。一打哪里够啊？我送多一打给你。等一下，我马上送给你，小杨，好吗？拜拜，小杨。老板，一切都好顺利。嘿，我以为你做研究劲，估唔到你沟女都咁劲。不愧系特别树人捞眼泪博士。唔系啊，老板，系特穿人类韦穿河博士啊。Don't adjust me。若打击梦想集团，首先就要对付嗰班精英。你系老板，我哋下一步要点做啦？Miss Q 今天这么早离开，是不是担心跟我碰面会尴尬？可是最近老是觉得怪怪的，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来这边了。那火凤凰同学，有没有火凤凰？小丽啊，老师的梦想就是大家都能够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写了一首流利的华语。啊，对不起，我倒反了，说是语，写是文，我刚好调反过来，对不起。没有关系，我听得明白。Miss Q， 你现在。不担心跟我一起搭电梯了？志涵，志涵，他们都是因为有改变，充满了信心，所以才有幸福。不是，这么我会讲到他们。谢谢 Mr. Xiao， 这是因为他们有改变，所以啊，才会有信心。心聲自己講出嚟㗎。係咯。哎呀，真係莎莉啊！莎莉啊，來來來，我來幫你啊！你擋住我的鏡頭啦！同学们好，今天 Mr. 笑华语教室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呢？你们常不常去玩呢？那么 direction 方向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没错， direction 中文就叫做方向。我们常用的方向有哪四个呢？ East 东边， West 西边， South 南边， North 北边。让我们再重复一次， East 东边， West西边， South 南边， North 北边。那除了这四个方向之外，如果还是搞不清楚的话，那就要靠 GPS 了。 GPS 中文叫做导航系统，那么就保证大家不会迷路啦。拜拜。你好 Mr. Xiao， 风水轮流转，全世界学华语。你好 Mr. Xiao， 你好 Mr. Xiao，就从今天起，我们来说华语，大大声，骄傲地说，华语我爱你。全世界3000万人，天天学习多认真，各种民族好朋友，我广播我学华文。你好 Mr. Xiao，有没有同学可以举一举中国有什么庆典节日呢？老师，
七月十四，七月的十四的时候有鬼，鬼会上身，上了身后就大家变怪怪了的。你这笑老师说了一个笑话，搞到这对珠联璧合，活生生的分开了。什么是珠联跟不合？是珠联不合。这个珠联跟一个人不合，这个珠联我不知道是谁。